欢迎来到广州建房服饰的展厅拍摄现场。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单品的风衣之案。相信很多小主啊，或多或少呢，对这个牌子多多少有点了解啊。这个牌子在深圳的话呢，也是挺知名的。它整体的话呢，也是这种深圳啊这种设计师的一些款式，而且它里面很多呢是有一些可以拆卸的啊，还有一些呢是巴宝莉风格的，而且它里面所有的色系啊以及我们的款式呢，都是当下比较流行啊比较大牌的一些款式。可以跟随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它整体这个色系呢都是当下非常受欢迎的一些流行色系，包括它里面的款式啊，像这种单排扣啊以及双排扣的一些款式，还有很多是我们当下一些比较大牌的巴宝莉一些款式。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款式啊，它这个色系啊，这个色系呢也是很简洁啊，很简洁很素雅很大气啊。那么它这个设计风格可以看到啊，对吧，非常大牌啊，非常有大牌范那种感觉。而且它基本像我们这个风衣的话呢是我们一些实体啊以及一些线上啊单品这种必备的一些款式，像这种就是可以拆卸的哈，就是说春夏秋冬四个季度都可以穿哈，它里面呢那个内胆呢是可以拆卸的。这个牌子啊，包括这个货品，我们去年有做一批，也是一上货就招秒光的这种神货啊。它首先一个款式啊非常大气时尚啊，而且它的做工以及它这个质感呢都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高端。而且它这个实穿性是非常广的，四个季度都能穿。所以说我们这个货啊一上来呢特别是对这个风衣感兴趣的小主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好货是不等人的哈。它里面这个款式啊都是很大气范啊，很大气范，像这种双排扣的对吧，非常经典啊。那这个款式可以看到对吧，它里面这个内胆都是很清晰啊，很清晰，很舒适，看过去就很舒服那种感觉啊。像风衣啊都是我们这种店主每年都必备的一些单品啊，单品。而且织案这个牌子呢在线上啊线下都是卖得非常好，以及口碑都非常不错的品牌啊。像这一款涂鸦可以看到涂鸦款式对吧，很有个性啊又时尚。像这个它很多款式连帽的呢都是可以拆卸的啊，这个帽子是可以拆卸的，所以说这份货的实穿性也是非常广啊，非常好。它这个面料也非常舒适啊，触感啊各方面摸得非常好，非常舒服。很多款式也是这种连帽的，包括它这种巴宝莉的款式啊特别多啊，特别多，很大牌啊，很大牌范。像做这类高端货的小主也不要错过了哈，这份货品数量有限啊，先款先得。对吧，它里面的款式呢都是这种当下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款式设计啊，包括它的设计呢对吧，也是当下很受欢迎的这种素雅简约的这种设计。像这个对吧，上身呢有点像我们那个上海滩许文强对吧，那种感觉啊就很大牌啊。哎，它里面这种款式呢也是比较中性的，男女都可穿。像这类经典的黑色系呢也是就是说很耐脏啊，耐脏而且耐看也耐穿。像我们这个收腰款的这些风衣啊，就是说上身的话都是非常大牌范啊，非常大牌范。而且它这种质感啊真的是啊非常舒适啊，非常舒适，都采用我们那种啊比较高端的一些面料哈。
像这批货啊，是往年没有做过啊，这种这么高端的这种神货啊，就是说整盘货来讲啊，而且我们去年做一批，刚刚有讲过啊，跟这个货呢是非常类似啊，卖得非常好啊，卖得非常好，一上呢就抢过了那种神货啊。它里面的整体色系啊，包括它这个年龄段呢，年龄段的话应该是在25啊到45之间啊，一个中枢的一个年龄段。那它里面的款式啊都是非常经典啊，非常经典，时尚啊，大气。像这种啊色系，当下这种色系可以看到啊，都是非常受欢迎，就穿的比较广泛的一种色系。很流行的色系啊，而且这份货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啊，非常实惠啊，像这种款式对吧，很有大牌范啊。像这一件可以看到对吧，它后面还有一个拉链，这种设计是吧，这种拉链头啊都是非常高端的，这种拉链头它这种配饰啊各方面都是采用那种非常高端的哈。像这种砖红色对吧，也很经典哈，这类色系。无论是从质感啊、色系、款式哪一方面看，都是采用都是啊非常高端的神货啊。为什么称之为神货呢？因为致案这个牌子本身呢就是非常知名，而且它这个风衣啊，这盘风衣啊，就是说它的实穿性以及它的实卖性都非常强啊，所以说对这类货品感兴趣的小主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您在犹豫的同时呢，其他人已经在下手了。它里面款式还是挺多的，款式设计也挺丰富啊，但是多数呢都是偏向这种淡雅、啊、素雅以及简约风的啊。那么所有的款式呢都给大家一一展示出来了哈，大家再跟随着镜头啊回顾一下，感谢大家。